日前，网友爆料一起交通事故中，从现场视频来看，虽然碰撞前因后果未知，但是从现场情况分析，这有可能是一起辅路车辆挥入时与主路直行车辆的碰撞，或者是并线事故。事故中受车高物理因素影响，撞击更为严重的宝马 X5 侧翻后四轮朝天，颇为狼狈，比亚迪海豹车头受损，事故中伤亡情况未知。在此提醒各位驾驶员，行车注意控速，礼让保证安全。